你好，时尚黑家，我是玲玲。今天欢迎来到玲玲美劳区，我终于有时间啦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的是粽子。这是今天呢，今天姐姐兼我啊，我们晨光时间之后可以做美劳听故事。今天我们家长是教我们来做美劳，然后拿了一些剩下的。一些可以用的纸过来，白色的眼珠，白色的眼珠。然后我那时候已经在学校裁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做一个给大家看。首先，先把这个选三个，然后外框这个把它剪下来。在学校都抢不到订书机，现在就可以接拿了。闭上那双也曾经过一世星空。像这样子把它剪下来，我们需要三个，看你要什么图案都行。我们一脚拖给你，我可以接住吗？就不行。哎，可是这个是猫咪呢，可以接住吗？拿去。我不要了。不给我吃，怎么不给我吃？姐姐做没了用，你要去拿那边的。可是那边又没有乖乖蛋。拿去，重复了就给你了。至少还有四个，希望他不要再跟我要。乖乖蛋呗。再来，我们弄好三个之后，这个把它这边折，然后要对到线哦。我要举个，这样要把它对到线。这是我们同学的妈妈教我们的，三个都要哦。接下来这步骤有点难，要把它这样子看好哦。来，立起来。立起来，再来，我们再把另外一片拿出来，立起来，把它变成一个三角形。接下来，这两片对准，这时候拿出我们的订书机，嘿，把它固定好，定下去。接下来，我们用另外一片。好，接下来再把它这样子对好，要对好，对准齐，其实很轻就可以用了。再来，我们要为了把它糖果不要再掉出去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再弄一刀。你要包肉粽呢？对啊，姐姐要包肉粽。啊，谁会吃啊？看到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旁边也要固定起来。随便拿一颗糖，可我因为拿个啦。拿小颗一点。不要好这颗。好，这样子。这个之后，这里可以订一些绳子之类的。妹妹觉得我可以再继续做吗？好，我妹说了。这是我在地上捡到的废纸，没有人要的。然后结果我的其他同学就说：“玲玲，这里还有，要不要？”那我就是我要。真是。他们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泡泡。先给你们看一下成品，那就两颗门牙，随便找一个点，知道？比如说这里，这个是他们的。再来看一下。
接下来把它用订书机，有了。多的，大家满意的话，那就下片就帮我个赞，小姐订阅我，按下小铃铛，可以刷新通知，大家留言和分享，那么下次见，拜拜。